大家好，我是魔术专家年历人，今天要为各位推荐一瓶纯净自然的小分子水，叫做就要能量水。这个水呢，不需要魔术就可以做出令人惊讶的现象，来仔细看。来，请看，整个水瞬间凝结变成冰沙。想知道这个细节是怎么做到的吗？请上网搜寻就要水。